你还要再爬爬吗？要爬爬吗？这边就是万华亲子馆。这是老鼠步道，走吧，一起走。走啊，我们一起去啊，走。你要在前面呢、啊，走。你在干嘛？进去看有什么啊？弟弟，你在哪里？你看这里好多东西哦，这里好大，有芭比娃娃哎。不要。那你要玩什么？不要。继续走。你看，这个是可以。好，我们去找爸爸。好啊，走吧。卡车。好啊，你玩这个啊，你坐车车哦。哇，这个车长得好酷哦！那里面可以载动物啊，那边有大象啊，还有老虎啊，还有谁载斑马呢？你先载老虎吗？好，再载一个斑马。里面要有人开车啊，放一个人，开一个开车的人啊，放一个开车的人，好，就是他。哦，对，哦，那个是放车子的哦，哦，那个是放车子的啦。妈妈以为那个是放人的，弟弟，你看那个是放车子的，你看。放车子的那个是载车子的，把车子放进去吧。车子不不对，那个是放车子的，对，那载车子的，对，好，再载一台，再载一台，旁边还有一台，他是拖车的。刚刚弟弟哪来的？弟弟哪？应该是刚刚他拿去玩，然后看到弟弟在玩就拿回来了，好酷哦，弟弟那是载车子的，对不对？小巧，嘿嘿嘿，嚣张的脸，嚣张之巧。门前有小河，好，我们再来参观一下，走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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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悄悄滴滴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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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因为外面好像很好玩，对不对？哇，婷婷，你看这里很多东西耶！你看，婷婷，这边有扮演区、首创区，弟弟棒，好，妈妈来扶你哦，妈妈怕你跌倒。小心，来，哦，小心哦，可以吗？你可以哦，妈妈还是要扶着啊，不要跌倒怎么办？来，哦，对对，弟弟好厉害哦，弟弟你好厉害哦，是因为你是高手的宝宝吗？你知道高手的宝宝谁是高手吗？妈妈是高手啊，所以是高手的宝宝啊。对，哇，弟弟脚脚，对，脚脚才。好棒哦，弟弟越来越厉害了哎！那你敢自己走这个吗？嘿嘿。
好好好，慢慢走哦，好，慢慢走，好，好吧，嗯，对，慢慢爬，慢慢爬。对，你慢慢爬哦，拍你 QQ 的样子好不好？弟弟好厉害哦，弟弟真的要自己爬完的样子。弟弟好强哦。你越来越厉害啊，你是一个高手哎、欸！你等一下给爸爸看你，爸爸看你厉害的样子。弟弟好，真的很厉害，在后面，你踩得到吗？弟弟好厉害，弟弟你再上去扭一次。你要跟巧巧一起哦，好，枪巧巧转不动哎，哎呀，巧巧出来了，巧巧，巧巧，巧巧，哎呦哎呦哎呦，巧巧，下动作啊。你呢？好，抓起来看。哇，有吗？抓虫虫，抓这一只，这一只好肥哦，这一只，这一只虫虫好肥。抓，哇，弟弟抓到虫虫了哎！再抓一只，再抓一只，这边好像有一只，这边，这边有一只，这边。再抓一只我看，抓，抓那一只我看，抓，哇。你没有哇，你没有哇、啊、弟弟还有虫虫吗？你还哦，我要到一个了。好，好哇，你喜欢抓虫虫吗？虫虫它又在哪？是啊，哦，这有个大条的，超大条的、哦、好，把它抓出来，哇！抓给小乔看。小乔不见了、欸。给他一个家吧。好，这就是他家。没错，拜拜。给我吗？小乔抓一只虫虫给弟弟。好。抓。哇！巧巧巧，拜拜拜拜！你要最胖的，弟弟要最胖的虫虫。最胖的。抓哇！巧巧好厉害哟、哦！你看巧巧好厉害哟、哦！等一下，你再抓一次啊！那个洞里面都有吗？没有。而且小乔抓起来的样子超可爱。等一下，再抓一只。妈咪，这有最胖的。哈哈哈！哦，你有看到它吗？呜呼呼呼！你有看到它在呜呼呼呼呼？第一个胖的好。哇！我就是要这只。你就是要这只啊？要玩这只吗？好啊，好啊。抓一只虫虫吧，你看巧巧很认真在找，你看，抓一只虫虫，巧巧，巧巧抓，弟弟，请问你要什么车子呢？选好了吗？好，那就骑那个公主马车的车子。
你进去吧。从左边进去啊！哇，它会洒水，凉凉的。进去吧。左边，左边。弟弟，你的脚脚太长了哎。走走走。嗯。我们去找小乔吧。好像一样哎，巧巧好高兴哦，嗨，弟弟要不要去玩那个比较好玩？跟巧巧昨天一样的，你加油吧，弟弟要不要加油呢？好，你下来加油吧，巧巧，巧巧，嗨，啊，嗨，巧巧你溜溜啊。小小溜溜，小小，龙这个怎么溜？这个爬不上来呀、啊。你没有爬的、哦。哎，真的耶！小小溜，听听来。哦，弟弟真的很厉害，弟弟好强哦！站，阿宝，你看弟弟，你看弟弟阿宝，你看弟弟，这车好酷哦！你看，你看龙，你看他来找你了。阿斌也要骑一台吗？你看巧巧，阿斌不用骑一台啊？我不用骑啊，我看你们就好了。巧巧，喵。嗯，宝宝推推，给他喝奶奶哦。嗯，好。巧巧要泡茶吗？这边也好大。哪里哪来这么大力的宝宝？啊，你看，巧是巧巧生的吗？是巧巧生的 baby 吗？巧巧喂他吃饼饼，那边有饼饼，那边。嗯，饼饼。喂他吃饼饼，这个床超可爱。好，巧巧先抱他，巧巧再抱他。巧巧是他的妈咪耶，巧巧在顾他的宝宝。吃面面了，好。他吃，小弟弟，你有喂宝宝吃面面吗？哦，九九。这算什么？妹妹，嗯，好，我吃啊，么么么么么么，好，谢谢老板。好啊。老板，你布布很大包哦，老板。嗯。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可以啊，没问题的。